喊加油，绿营基层和支持者互相打气。民进党15号就要进行党主席补选，副总统赖清德虽然同额竞选，依然在投票前夕前进屏东，聆听基层心声。咱咧学习冲动的精神，清廉勤俭爱乡土，甲热血激情拼一波前进两块招牌。屏东前后任县长潘孟安及周春米，还有区域及山地原住民立委全都出席。不过，随着民进党在九合一大选惨败，屏东县长票数开得不如预期，引来基层不满。当初党内初选杀得刀刀见骨。第一次看到县长是有不分区域的来提名初选。没有民意基础，不要把屏东县的人当作是塑胶的了。建立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初选制度，好任何一个人会当透过这个制度，争取社会服务机会。炮声隆隆，不给在场的周春米面子，加上同党立委高嘉瑜最近不少言论，在党内引起争议，同样引起基层大反弹。你来高嘉瑜，我来啊！你来讲，咱开除啊！你反弹高嘉瑜。虽然会话经验低，但是我会当深深感受到大家对这个党爱之深，责之切。民进党做的不够，应该检讨改进。民进党一定是如此。赖清德也强调，未来当选民进党主席后，团结将说到做到，不会只是口号。个人利益也绝对不能超过国家利益，要让绿营在大败之后快速重振旗鼓。华视新闻记者彭冠霖、荣浩北、屏东报道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